小 S 赞郑爽为人直爽，直言拍戏是为了赚钱。近日媒体探班小 S、 蔡康永、张嘉倪与买车的节目录制现场，小 S 谈到郑爽时表示，她是一个很直爽的女艺人，很敢讲话。她还爆料郑爽直言拍戏就是为了赚钱。当她问郑爽，你不想得奖吗？不想和很厉害的导演合作吗？郑爽则表示，没天分的话那就没必要啊，一句话让人无法反驳。向来毒舌的小 S 除了夸其直爽，怕也是无话可说。这样耿直爽快敢说真话的艺人确实不多见，但如此坦诚的言论难免为人诟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